怒鸟主题乐园六月芬兰盛大开幕。让人超容易上瘾的智慧型手机游戏愤怒鸟即将被搞得更大，开设其专属的主题乐园。这个在全球爆红的芬兰之光，截至目前为止已创下超过7亿人次的下载天量。这将是开发愤怒鸟游戏的设计公司 Rovio 所打造的首座主题乐园。这座乐园包括12项游乐设施、美食区以及一个历险乐园，全是专为亲子所打造的游乐天堂。但光是手机游戏跟主题乐园还不足以满足愤怒鸟的胃口，它还将拥有属于自己的电影跟电视节目。愤怒鸟的开发商要将它塑造成全球最知名的品牌之一，更夸下海口要超越迪士尼。在推出这些周边商品后，愤怒鸟还会再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？你也疯狂迷玩愤怒鸟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好啦，影片看完啦。这样，你有话说吗？好啦，有话要说写在下面好不好？快写吧，别害羞，我在等哦。